真是白娘子，把那狗官押来。走，明哥，官府不让你过，我今天就拿狗官人头来祭你。啊，这二位姑娘。 这冤有头，债有主，那只毒箭可不是我射的呀！都是你们伙人干的！可，莫愁姑娘，你知道什么叫一箭双雕吗？那只毒箭分明是有人要嫁祸于我的。这些话，你留着跟黄大哥说吧。我跟黄大哥说，你让我临死之前我再拜祭一下他，好吧？好啊！叫狗官先跟黄大哥叩头认罪。黄克明，黄克明。 你为了灾区百姓不惜牺牲，在我心中你是一条好汉。我纪晓岚，给你跪下了。阿姐，她真的下跪了。哼，狗官为了活命，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黄克明，黄克明，你虽是一条好汉，可你带了一群人，却是笨蛋。你骂谁？那支长剑虽然射中了你，但目的却是要让我死。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可是有人偏偏要上这个当。 要拿我的人头来祭你，当别人的杀人工具，你说他是不是笨蛋？阿姐，他在骂你。他在花言巧语，也改变变了个事实。他是朝廷派来的官。对，这狗官还不小。哼，杀了狗官，朝廷才会震撼，灾区百姓才见青天之日。哼。 山平县应有库存赈灾粮93,682担5斗，现少粮33,632担3斗。宝义县应有库存粮13,633担8斗，现少8,363担3斗。阿姐，他在念账，你背下来，你背了多少？黄克明的账本我全背下来了。你拿到没两天。 怎么可能呢？我只要看一遍，我就全能背下来。你骗人！我干嘛要骗人呢？黄克明给我这账本，我觉得是至关重要，所以我看得特别认真。等我有空的时候，我把它抄录下来，变成皇上，这就是贪官罪恶的铁证嘛。阿姐，你听见没有？只要这个狗官在，黄大哥的账本就有救了。不可能，没有人能够背得下来的。可是他刚才背的就是账本啊！阿姐，你先别杀他，让他把账本写下来。对。 所以你不能杀我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你黄大哥的一番心血可就全落空了呀。
阿姐，那你就真的不能杀他了。你写，听见没有啊？写什么呀？把黄大哥的账本全部写出来。哎，哎，姑娘，我还没有见过求人办事儿，哎，像你这么凶的哟。我求你，我是命令你，你要是不写，我就杀了我。那不行，要是杀了你，账本就毁了。哎，那毁了就毁了呗。那怎么行啊？这个账本是多少人的心血，多少人为他送了命了。阿姐说了。要扳倒那些狗官，救出灾区的百姓，全靠这个账本了。快写！嗯。哦，你还知道这个账本这么重要啊？那你还不对我客气点儿？客气？你这狗官，我干嘛对你客气？因为这个账本全在这个狗官的脑袋里呢，现在让你这么一惊吓，记不住了，写不出来了，嘿嘿，那就告不到赃官，也救不了灾区的百姓了。你敢？那你怎么样才写嘛？哎，那个小月姑娘，咱们出去吃点东西怎么样？你想得美！哎，你看吧，这几天是提心吊胆，又惊又吓，哎，肚子也没吃什么东西，脑子全糊涂了，记不住事儿了，咱得补补。狗官都贪吃。嗯。